好，接着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好，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低温19度，最高温有26度，降雨几率在50%左右。太武来义春日18度到26度，都有30%的降雾机会。三地本雾台马家低温15度，最高温26度，1%到2%的降雨机会。高雄的桃园那玛夏茂林低温只有11度，最高温24度，1%到3%的降雨机会。嘉义阿里山11度到23度，也是30%的降雨机会。而在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，最低温在仁爱只有8度，最高温有23度。台中的和平区13度到23度，也是10%的降雨机会。苗栗南庄狮潭泰安低温16度，最高温22度。而在新竹的关西兼15峰，低温11度，最高温22度。而乌来区跟复兴区14度到20度。宜兰的大同南澳13度到23度，有1%到3%的降雨机会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22度到25度，1%到3%的降雨机会。秀林、冠荣14度到24度，也是30%的降雨机会。寿丰、丰滨20度到25度，2%到3%的降雨机会。枫林、光复、瑞穗20度到23度，降雨几率在1%到3%左右。卓溪乡、玉里乡、玉里镇还有富里呢，最低温9度，最高温23度。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低温21度，最高温有25度，30%的降雨机会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低温16度，最高温是23度，2%到3%的降雨机会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低温19度，最高温25度。而在南回地区，低温16度，最高温25度，有3%到4%的降雨机会。而在兰屿地区，23度到25度，降雨几率高达7%左右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，低温21度，最高温有25度。